是不是以后很久才能见一次啊？你想什么时候见都可以。你现在要以事业为重，有时间嘛就回来，实在没时间可不就算了。直接没有鞋了。对，直接没有鞋了。然后他已经睡着了。对啊，他已经睡着了。放下的时候稍微的北一下胳膊，熬不过去。OK， 然后看一会儿，然后我就坐在旁边陪着他。就跟病人陪床似的。对对对，抓着手，轻轻抓着他。好，就陪着他就好。对对，你看看。怎么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来，三二一，开！抓住我，抓住我！好，坐这边，就坐这边吧。要坐床上。对，你不能拿屁股对我脸呀！最后，倩倩睡着。睡着。来，倩倩睡着了。三，着了。太着了，哎呀呀，睡着了，好着了啊。对，最后我就把手抽走了。啊，对，抽走之后就陪他坐，坐了一晚上，啥事儿没干。